YouTuber 艾丽莎莎近日飞往美国旅行，也不时透过社群分享旅途的点滴。她在4日晚间透过现实动态上传影片，近乎自己看到了疑似是幽浮的光点，让她吓了一大跳。从影片中可以看见，天空中有几个光点快速往左下角移动，随后瞬间就消失了。艾丽莎莎当时看到四颗光点排列成直线连到地平线，亮度都一样，而且比星星亮很多，光点移动的方向也没有山，所以不可能是山上灯光。随后她在网络上搜寻不明飞行物的照片，发现网络上流传的目击照跟她看到的画面一模一样，因此好奇询问网友会不会觉得那是 UFO。